S.H.E 自2001年出道后推出过不少好歌，春花语圈中屹立不摇的组合。今年 Ella 参加实境秀《乘风2023》，在出舞台选唱了组合的出道曲《恋人未满》，勾起不少观众的回忆。日前就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发文，好奇询问为什么 S.H.E 可以红那么久。尽管出道22年以来，三人后期专注于个人发展，但团体始终没有解散。对此，不少网友都认为，团体能长久经营是因为全员之间的关系良好，而且形象也很好，没心机的团体才能长久。不过，也有人点出了现实层面的问题，表示 S.H.E 是天团，但后面没有任何新女团，实力能够超越前辈们，后继无人的现况令人感到担忧啊。Bye.